前面这个把手跟那个把手有区别吗？有啊，在这里面这个带锁，外面不带锁。你说里面这个带这个锁？里面带锁，带锁。等会儿，你说里面带这个锁？对对对对。好嘞，明白了。就带锁的在卧室的里面，然后不带锁的在卧室的外面。对。那个塑料的东西出来了。